Severin， Severin 这样哦。Mitsubishi Severin。沙威。沙威龙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嗨，你有看到小西吗？我现在看到他在 BMW 上，不知道在干嘛。是哦，嗯，对，好，那我去找他。谢啊，谢啊。BMW 都几大 ？M3 哦。哎，对，你在研究什么？哎，这根不可以给网友看到，不然人家看到是不是？这根不可以给网友看到。你的手可以不要那么熟练嘛？这根如果给网友看到的话，大家就吵着要买了。哦，冲啊小啦，没啦，估车了啦。估什么车啦？2014年的威驰。无用啊，你不看你看 M3 哦。怎样啦？什么啦？估车啦，不要再等一下估完再来弯的那一根啦。哎、欸，这头又大啊。哎呀、啊，2014年的威驰啊。车嘞？车啊，车里啊，很多都没看哦、喔，太专心了是不是。我的眼睛一旦看到这个，欸、我怎么可能再对不对？我像看到我老婆一样，是喔、对不对？我的眼睛 can't take my eyes off you， okay, 好不好？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哒哒，好，有版权，不能再蹬下去了。看一下，走。里程一定不低，你哪家？看他大灯雾成这样，2014年的威驰大灯会雾成这样吗？这一定是都用的时间蛮长，用的时间很长。因为这雾化的时间，除了跟你停放的位置有关系以外，还有跟你大灯常使用频繁，对，开大灯开的频繁。像有一些人开在路上，天气晴朗，好，大灯也开，雾灯也开，后雾灯也开，只差没有闪双黄灯而已。哦，在路上没有看到这种人，没有。你确定？我常看到，好不好？是哦。哎，这等级分很多呢。哎，好，我先看跑多少。你先看一下，搞不好真的跑很多。哎呦，很多狗的赛。看我们这里像小呢，怎么有点熊熊的，像有一只史莱姆死在那边那种感觉，还有点透明状、膏状的那种东西。轮胎好像也蛮差，2017年。哎，它是轮胎2017年，现在才几年？2020年哦。它2017年已经裂成这样。对啊，2017年的22周生产的，现在已经裂成这样了。啊，胎纹也很薄呢。哎，这个有在超哦。就是，哎，2017年的胎不应该状况是这样呢。根本计程车没有，没有看到黄漆。我想计程车哦，这个黄漆边边都看得到。这种轮拱、轮毂啊，还有这种边边角角，这个啊，嗯，这样拨一下，你都可以看得到黄漆。是哦。那就计程车，应该看起来是不是计程车，可是轮胎状况很不好。后面的比较新一点点，可是状况一定也是一样很差。你看，橡胶状况很差，这枪眼哦，后背平安往后。我想计程车改回来哦，嗯，很少把全部的漆没有办法完全抛紧绷，所以你在一些转角这种橡胶转角，你都可以看到黄漆。这个一看就知道不是计程车，它这个是大钢牙的嘛，对不对？大钢牙是啊，哎，不是，也是不大钢牙，这就行。大钢牙这边有两个大钢牙，银色的大钢牙。我对这种车不是很熟哎，最熟应该阿科吧，他那个也是旧型的，他那个是旧的。哎，无，你给几百哦？没有定速，没有，什么小朋友？等级高，有记得这是银色的不是吗？应该是啊，吼，说错，反正网友会纠正我们，我们也不怕给人家纠正的，我每天都要给人家纠正，有渣吗？有渣，故意泡弄啊！不要自我放飞啊！哎呀，放弃了啦！他那种给级别一定是不用想要有循迹防滑，没循迹防滑，他背完公里啊，这这感觉合理啦。14年的呢，对不对？6年开始8万，1年才3万而已，大概比你开了多3倍而已啊，有差吗？3倍券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磨成这样，你看有没有？这边也黑的，哇，好热，发一下。这种天气开头它，嗯，冷气就是先凉，先吹一下，很快就凉了。不过内装看起来怎么好像不像18万，还可以的。嗯，不过方向盘保养头还好啦。威驰哈，你看啊、喔，这就是每一种车大家看不一样，这经验的问题。威驰的方向盘啊，其实盘径不大，而且下面做平板，其实搭起来蛮好打。可是啊，它的这个材料啊，你要把它真的磨到整个光滑，基本上很困难。为什么？材质的问题啊，因为你如果别的厂牌跑18万公里，方向盘不会那么漂亮。是材质比较好还是它超小？哦，它超小。我跟你讲嘛，皮草也是这样嘛，你越天然的东西其实越不耐用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它是天然的啊，它不是化学合成啊，或者是把它变硬啊，哦，可以撑得比较持久。可以看，我每次讲这种话都会被人家乱讲，而我讲真的是逼格，好不好？啊，像它这种塑料，好，如果化学成分、化学这个合成的够好的话，基本上也可以蛮耐用。可是有一些，就算你是塑胶的合成哦，它如果材料不好的话，也是会裂开哦。
哦，反正我跟你讲啊，你就记得啦。你如果去看威许的时候，是去看到它的，不管八万公里、十八万公里，基本上方向盘差不到哪里去。你如果外面有包一层皮，不管是合成、半合成的，不管还是真皮的，其实十八万绝对都不可能这么漂亮，纹路不可能那么清晰啊。我们之前已经教开很多集教人家了、啊，嗯，对不对？通常纹路都不清晰，而且会变得亮亮的，对对，哦，像光头抹油一样那种感觉，这个就看不出来。你看，像我现在我开我自己那个新车那个二一八，嗯，妈，我方向盘我都不敢握紧。你开车，我都这样哦、喔。你开车也要这样吗？真的，我开车这样，很小心。然后这个戒指有没有？很多戒指去磨。那、啊、你怎么不想包个什么东西？不好看呐、啊，这么可爱，然后你套个东西在上面，哎、欸，看起来就不可爱了。套。太太跟先生翻云覆雨之后有没有？嗯、啊啊啊、然后太太就这样玩弄先生的那个，他说哇，小鸡鸡好可爱。嗯。然后先生就说，哎、欸，我们都成年人了，嗯、好不好？不要再说他小鸡鸡了。他叫做洋具，太太就说：“哦，没有洋具，我看多了，你这只能算小鸡鸡而已。”我们在估车吗？估车。你看排氧头也是哦，它的排氧头这种塑料其实都很耐用。你看跑十八万公里都还 OK 啊，看起来状况还很好。我跟你讲，有一个可能，他换过这个人哦，他里程开那么多，对不对？他有可能他每一次开的时候啊，他排到低档以后啊，就从来没有动过他，就不动，一直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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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那个运转手之恋一样，只能倒档，都不能再打档了。我跟你讲，排档头跟高里程没有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鸡不冷、欸。我讲那么久，我才发现，干这样我已经满身大汗了。干真的不冷哎、欸，你有没有开？热风啊！你有开？欸、有了 AC 亮着，冷气是最低的。哎、欸，不是，这客人怎么开来的？哎、欸，套中岛呢、欸？你拍一下。套中岛哎、欸。他怎么开来的？哇，干！哇，你脏啊！这个时候哈、哦，当你没有冷气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再开送风了。它、啊、关掉就关掉，然后把窗户打开，因为外面的风比送出来的风凉。我刚讲排档头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排档头跟里程为什么不会有绝对的关系？嗯、还要取决于它的用途、嗯。如果它大部分都是开长途的，它就不会很频繁的需要去排它。你懂我意思吗？它每一次开就哦，就是高速公路一两个小时，然后到了停车，哦，停车 R 档，哎 ，D 档停一下 ，B 档。就这样，对不对啊？如果说你是一个很频繁的，比如说你上回做业务的、嗯，你可能只是送个文件给客人，你可能只是又下一站要去哪里跟客人谈个事情什么，你就会很频繁的一直在开车停车开车停车，那种状况可能就会比较不理想一点。好、哦，对于你的排档头的那个状况，看小市长知识，这个当初有很多版本哦，我记得好多哦，有电动椅的啦，有循迹防滑的啦，哦，影音的啦，嗯 ，IK 的啦，还有车上面有那个气氛灯的啦，嗯，这拢无，拢无，我靠。没有啦，你一打开看到的方向盘这凸一块，基本上都没有，定速什么都没有啊，这都是简单的双安而已啊、嗯、，ABS 而已啊，用下来做电车上好。我变动了，你看，对啊，嗯，最好是有啦。这第三排椅，我跟你讲，大部分布局第三排椅哦都很漂亮，因为都没在做了，就是用途没那么大。可是这也不能这样讲啊，就是有需要，有这个功能，对不对？有需要的时候可以用啊。好了，我看一下有没有撞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这个 ISOFIX 哦，很多人现在哦买这种车子啊，都会问说有没有 ISOFIX， 蛮重要的。为什么很重要？用那个座椅感觉一下比较安全啊。你看它水箱架号码刚好777耶，帅！哎呦，这么 lucky！ 你看哦，我刚刚讲它这灯雾有没有？你看它有外贴，像外装 HID。温度高，高啊，对不对？这一定有原因的嘛，事出必有因。哦，两边的这个条码都还在。条码，看一下这边，这种没撞。是啊，这18万。我们上次那个佛瑞斯特是不是？嗯。跑那么多，他也没赚什么钱。嗯。然后里程数高的车，有时候我们自己卖起来就是啪啪。我看完了没撞啊？哎，看完了。看完了。那这个漆应该买回来就没有打过蜡了。一下呗，嗯，色色的，哎、欸，怎么样？哎呦，叫武康，最后打到了。我跟你讲哦，玻璃呀、啊，其实我也蛮常犯这个错误，就我们看车都很认真在看有没有撞的，其实我常没看到玻璃，除非客人自己讲，嗯，随便想看，然后我老婆来瞧给小，真的啊，有时候看车哦，不太会去注意到，你看，哎、欸，尤其他在黑黑的地方，我是刚走过来，哎、欸。有没有一个蓝色蜘蛛网？哇！所以哦，这个很容易忽略，因为前挡这个一片也要好几千块，四个轮胎又一两万的。我跟你讲，这个老司机开的，我觉得这是老司机开的。为什么？他这个车哦，他虽然开了十八万公里，然后色色都没在打蜡，没在涂，可是你看他外表其实没什么伤。嗯。然后这里一点点，你看都没有伤啊。这个人哦，就是怎样，运气不错加上技术不错，就跟我一样，他是前两个礼拜回。撞到把玻璃啊，就会老司机证明，证明对，就毁于一旦。对，你看他离伤啊或保管还好了、啊。
你在台北开车，你不撞人家，人家也要撞你啊。哦，又剩一点点。好，这扣不掉了，这自己的气了，自己的气。这算不错了啦，你在跑这种里程数啊，可以维持这种外表的光鲜亮丽的程度。啊，这要付多少钱？哇，这你专业的。我去拿一本那个，等一下，看到没有？正版的，权威哦。我跟你讲，现在车商你出去，你拿的是正版的。嗯，我跟你讲，屌。不是正版的，是长什么样子？我们没有，哦，我们没有，所以你也不知道，是不是？对，你去如果有去车行看他们在翻，你就知道什么叫不是正版。尊重智慧财产权。哦，看一下哈，我现在讲到“权”这个字，我会抖是不是，抖一下。对对对对，尊重智慧财产权。不用抖，不用抖。这个哈，虽然这本书上面写的不是代表它市场上的真正的市价，但是它是一个银行的贷款的参考。好，还有第二个，它可以参考到等级的区分。所以它什么等级它都有写。对，它会写一些简单的，其实有时候也会写错。我坦白说，这资料库太强大了。但是大致上我们可以了解一下。2014年，它叫微区啦。哦，微区。啊，这我不知道谁取的。为什么是微区？Escape 叫什么知道？艾斯卡佩。艾斯卡佩。这很好笑，我念几个给你们听好不好？伊诺瓦，你猜中文叫什么？伊诺瓦。英诺瓦。英诺瓦。对，这有时候取名字很好笑，这应该是编辑的人想的啦。好，我先问最简单的，马奇叫什么？马奇哦。不是。马吉。马吉。麻烦的马，吉祥如意的吉，马吉。马吉兄弟吗？还是什么？马吉哥哥，看很有难听。我就说是不知道谁取的啊！我有时候看到这个我很想笑，你知道吗？有没有比较好笑一点？那林哥叫什么？你哥哦。什么？你哥？你说什么？你哥。等，你是在讲那个吗？不是吧？不是。好，林哥哦，叫做劲哥。劲哥。劲哥金曲。欧洲车是直接就用欧洲车，好像大多是数字，直接都用英文。A250 什么的 ，Severin 叫什么 ？Mitsubishi Severin。照他的道路下去走，跟循着前面的脉络。沙威。沙威龙。我刚刚是想要沙威龙。幸福力，幸福。为什么？就是你很幸福。嗯，为什么是幸福力？你问他，问我干嘛？就幸福力啊。当初2014年最便宜的是76.9万哦，可是你看到他这里写，我们看到这里雅致 J 经典 J， 嗯，那如果是经典 J 就有前座的扶手跟皮椅，所以这台有，所以这个新车是78万，他这里就有写，然后他这当初是 CVT 的变速箱，加2014年要写多少？42万，还有42，不是，他还有40，是银行可以贷40。不过我算一下哦，我那时候我买过一台2011年的35万白色的，然后这是2014年。多3年多个9万哦，有这个正常应该要有45万，那我们那还是100，应该要有40，真的差不多42的行情，差不多，这个正常哦，车价应该要有大概在40万左右，应该有啊。可是他跑18万怎么买？对啊，他跑很多了，买便宜一点，40。妈的嘞，如果一台跑8万的42万，跟一台跑18万的40万，你要买哪台？跑8万的42。对啊，那干呀，你觉得40这台可以买吗？不行。不是，你要有点利诱嘛，对不对？你就跟你去酒店一样嘛，你身材没人好，长得没有妈的你的同事漂亮，那你要怎样？降低价格，或是敢玩一点嘛，敢玩一点，然后对，附加价值多嘛。对对对。好啊，当然就像你讲的，如果我又不敢玩，我只能用什么？我只能算便宜一点。你还没啥？我讲的，我讲的是卖车啦，不会。我只举例。对。好不好？以后下面都要讲哦，玩笑话举例，节目效果，好不好？才不会现在很可怕，就这样会被80。对啊，对，不行。他到底要多少钱？三开头啊。我觉得一定是三开头，不然来跟他出个30万会不会太狠？应该他自己也知道吧。反正我跟你讲，18万。我跟你讲，我讲一个实在话。嗯。这个里程啊，他其实哦用了18万，其实很划算。对啊。对他的生活来讲很划算，对不对？有人2014年开到现在，搞不好才开妈5万而已。所以他比起人家，他已经划算3倍了。虽然那些东西生活的方便换不了一个正确的数字跟金钱，嗯，对，可是其实它的使用度也算赚到了。再来一个啦，我们出30，它也不可能30卖嘛，对不对？一定要再弄一下，所以就先中30讲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它有两种状况嘛，一种他跟你说啊，30不要啦，再加一点啊什么，对不对？那，第二状况，然后就说，希望不会忙翻脸啊！有，哦，有啊，真的有哦，有哦。你出太低忙翻脸，妈的，算了。好，去别间。我们不能乱出，妈出去外面跟他讲，我还跟我小师啊，哦，还勾起欧北村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哦，有时候我们在估价的时候也很痛苦。不是啊，那我也想买便宜啊，但我也相信人客是想卖贵一点，对啊，这很合理。嗯，所以
感有时候那个平衡点跟他取舍，对，好，我先去跟他聊一下，拔一下骂级，那看说会不会先试探一下他的意思，好，好不好？对这种我就讲了，我们也不是很想收的车，我觉得不要太勉强，嗯，勉强回来，自己强摘的果汁哦，不会甜，不好吃哦，你要跟我不一样就对了，妈的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他说不用30啊，25就好了。嘉浩对你这么好，怎么可能？故事一定不是这样演。是啊。等一下，我刚刚忘记试一个东西了。他冷气不冷，那压缩机有没有启动？他说35万嘛，可是他换 B M W 车友马上套关系，压缩机要启动，就是 A C 按掉嘛，发动对不对？嗯。他看转速嘛，转速大概500转。那我现在压缩机 A C 按下去，哦有动，有没有？哦，那我现在 AC 按掉，掉下来了，有没有？简单的测试一下，到底是漏冷没，还是压缩机？压缩机坏掉，所以是35。我刚刚讲正常的40出头，这样40出头以车行加1到2成卖，所以市面上应该还要卖个14、16、17万。好，如果8万公里的话，那假设在我们买35万，那回来整理一下，什么灯啊、轮胎啊、冷气啊，怎么弄一弄？我假设啊，我们先假设嘛，哈，本官只是假设嘛，哦，假设应该没有罪吧？没有。自赏2巴掌这样，嗯，哦，烂命一条。我们买35整理一下，假设37好了，那37万我们也是要加个1成至2成，加个4万，我们要卖42万好了。那46跟42，一台跑8万，一台跑18万，你要买哪台？8万的，干还是8万的，还利诱不了你。正常人还是要买跑8万。可是你看哦，像普刚这样举个例啊，我买跑8万那台利润，跟我买跑18万那台利润其实是一样，他是42卖46，我是37卖41、42，那利润差不多的状况之下，站在卖方的立场，他相对你是车行老板，你会不会宁愿买8万的就好了，不用疲劳？对啊。对不对？而且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只有冷气跟那些小东西而已。好了，对，还没空。底盘啊，引擎的状况其实又是差一个 level。对，跑8万的引擎 level 跟跑18万的引擎 level 一定还是有点差别。哎，所以像不划算哦，35不行，再去瞧一下。不是啊，不管怎样有没有，我还是得假装出来讨论一下。以前我在那个承德路卖车那学长啊，有没有？在会客室，然后客人要买车啊，嗯，然后比如说我们开价50万，客人说啊40万可不可以卖？好，啊学长就。这个我可能要问一下我的主管，这个不是超过我权限的。对，哦，尤其40万已经可以卖了。然后想说啊，不然你等我一下，好，我去请示一下我们的经理，然后他就出来。现在你知道去哪里吗？抽烟。哎呀，大便，大便抽烟，抽完再跟妈喝个饮料，两个进来，客人坐在那边跟白痴一样这样。瞧很久哎，好像不好瞧呢哈。哇塞，哇，可能进去夹好久，对啊，可能不太好瞧哈。我可能真的出到点了，有没有？哦，客人就啊很有成就感呀，然后回来就皱了眉头。李先生，这我刚跟经理，哇，我被经理骂呢，垫了很久这样。哇，这个真的不行啊，价钱哦，你可不可以再加一点啊？嗯，哦。对，成交价42，本来出40嘛，对不对？他去大个便抽根烟回来嘛，好，再跟你谈一下。OK。所以你知道世界上最好赚的，好，我们不管那些什么努力，实心来说，业务真的是最好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去大个便抽了回来，再花个10分钟、20分钟、30分钟，对不对？再努力一下，多了多少？2万。哎，你换成实心很贵嘞，真的。有时候业务就是这样啊。当然，我当然是只说单就那个时间点来说，每个月有那种没客人的啊，在那边打哈哈的啊，那时间算进去就没那么好。对了，可是你就单就他那个时间，他做一个20-30分钟的努力，哎，2万哦，用那个单就那个时间换算起来，其实时薪蛮高的。对，所以我现在就是等于是大完便抽完烟，那我现在再进去跟他讨论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那你不是要进去？我刚看一下时间太快了，太快了，没有努力，喝一下饮料，对，这样没有努力。哦，有没有？哦，送，喝了再上，对，继续去跟他奋战，好不好？搞定了，真的搞定了，真的搞定了。哦，对啊，按照剧本脉络来看，就是割地赔款。你割了什么东西？干能割什么？只能割钱而已啊。哦，最后我们成交的价钱就是32万5000。32万。你看嘛，事情就这样演了嘛，30跟35中间就是32万。32万。大致上这是一个共同存在的默契。当32万5整理整理，花个2万，35万5，价格1成卖。哎，也许我们卖不要超过40。对不对？我们卖个39万8就好了，有个4-5万的利润嘛。利润。那39万8跟刚刚的46万8，跑8万，有一点点考虑了，稍微要考虑一下了。因为三字头跟四字头就有差。可是其实还有一个问题，我们刚刚看那本权威写42，对不对？嗯。所以就变成我们这台车可以干嘛？
全额带，全额带的车就这样出现。权威是他不会看你的里程数，不会不会，他不看，他就是车年份、车型、配备，就这样。对，他就是42，银行建价就42。比如说房屋建价也是嘛，反正你忠孝东路四段的几项，大概那一区的建价就是这样。对，那当然会有依照那个什么凶宅什么有的没有的会调整嘛。对、啊，有装潢高一点，凶宅低一点，什么会调整、嗯嗯？所以你一样啊。你去买凶宅就可以全贷啦。哦，如果银行不知道它是凶宅的话，我是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连线啊。其实车也类似这个意思啊。好，再跟大家分享第二个美感，看小事还是要长知识，好不好？再來第二个美感，如果这一台回来，我把它调整里程，调成8万，哎，我可不可以卖46啊？可以啊，对吧？有没有？哎，钱就来啦，是不是？妈的，一下子的后裔啊！哦，这样就会后裔啊！那我结下的后裔啊！哎、欸，那我可怜。妈，卖一台威驰赚10万还不后裔啊？哎、欸，你拿30几万出来可以赚10万，等于你这个车可以赚30%，你的投资是30%的投资报酬率。那你要每一台都调啊？就是拼个半年一年的就收山这样。就去大陆躲这样子、哦，是、哦，现在大陆躲掉了。哎、欸，不要扯到那边去，等一下妈的又被人家那个。不会不会。为什么跑路一定是要去大陆？你是有歧视之意是不是？那要去哪里？跑路的话，一定是要去那个叫什么英属维京群岛那种、哦。对对对对，哦，还是瑞士，把我在瑞士银行2000万的本票拿出来。你的瑞士银行只有2000万可能？你看我只有瑞士巧克力。好了，反正跟大家分享，所以说这个哈、哦，其实有一个美感啦。有些商人为什么会去拼这个东西？真的，它是有利润存在的。对于我们来讲，跑18万就是跑18万。我为了赚多赚你那5万块、6万块，把我招牌请下来，我招牌没用便宜嘛，至少要20个5万块、6万块。不可能同时啊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啊，不会啦，我们要爱惜自己的鸟毛啊，不是羽毛，对不对？好啦，那今天的这个未需啊，嗯，好，也许你看到片的时候也卖掉了啦，因为我其实是比较倾向于把它盘给同行啦，因为这个价钱其实我相信有同行愿意冒这个险，有利润有同行就愿意冒这个险，嗯，哎呀，我相信有。那如果当然你有兴趣，你可以蒙猛啦，啊，没卖掉有原本就买啊，如果盘给同行我也没办法，好不好？好啊，这一集的这个已估有、哦，又已估了，嗯，好不好？已估了一台2014年的威驰，啊，跟大家分享到这边，记得订阅、留言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你干嘛拍 M3 啊？不要乱拍啦！等下越装越小事。M3还要不要上影片？我都拍过 M3了，只是那根不一样而已，好不好？没有要再拍，哦，不拍了。店结账，然后柜台的先生跟他讲，哦，小姐，你住这个晚上总共是3万块台币。对，说总共贵。他说，哦，因为我们有健身房，哦，有游泳池，有三温暖，各项娱乐设施，所以我们一晚上3万块。小姐说，可是我都没有用到啊。先生就说，可是我们有啊，哎，我们有提供，是你不用啊。那小姐后来又付了300块给他。嗯。他说，哎，小姐是3万块哦。他说，啊，因为我有提供性服务啊。他说，哎，可是我没有跟你发生性关系啊。他说，我有提供这服务，可是是你不用的啊。是哦。对不对？好不好？这是什么？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。